Mira 上个星期五参加903 All Star 篮球赛，今日再爆出 Anson Khan 疑似同 Anson Law 争凳仔发脾气。网上流传片段，见到 AK 坐喺 Tiger 同 Eden 侧边拉筋，不停按摩大腿内侧。AK 突然张开双手，疑似讲咗句唔好嘈我。Anson Law 亦都转身离开，去到后排位置。据知 AK 所坐嘅位置原本属于 Anson Law， 但 AK 因为受伤而先暂时坐喺前排位置。网民睇完片之后，纷纷都为 AK 抱不平，力撑 AK 并非争位坐啊！